为塞纳河上面出现了第一间船酒店 ，sell 有型有 design， 酒吧都吸引了很多潮人嚟饮嘢。到了夏天，仲可以跳入酒吧里面的小泳池。船舱房一如所料，面积好小，不过设计就好有型。最吸引的地方当然是大窗引入了河景啦。地方浅窄，行李可以放在天花下面的柜，浴室是开放式设计，可能只是啱情侣住。船上面仲有两间设计师套房，影到最尽啦，全间房都是一片橙色，连洗手盆都是橙色的。唯一不是橙色的，就只是白色的床单。